呢，我们要进行的就是第一场的复赛了。感觉上，哇，这女人真的是被爱了。金顺，你是带病上场唱歌，我敬佩你，你没有临阵退缩。金顺，你唱的是末班车，我还以为你在等车。黄金年华之斗歌竞艺，星期五下午3:30，八频道。